9000的预算能在工厂上淘到怎样的关安爷？好了，废不多说，上工厂吧。今天客户是要送给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弟，他的要求是雕工一定要好。好了，废不多说，上工厂吧，走。这是一个老蓝水的不动明王，你们看这雕工，我去，太绝了。它的寓意是不管说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都可以帮你扫除困难，它是鸡的一个守护神，属鸡的宝宝可以请一尊哦。这是一个马黄肥的玉龙关公，你们看一下，它现在没有打灯的一个情况下都是透手的，那透能透手说明它的一个种够老，水头也够足。这个对于粉丝来讲有点超预算了，我们再看看吧。有一说一，真的很显功，你们看这个脸雕的是非常好的，而且也是非常有神韵的。众所周知，关公的四大特征是忠义勇武，而且呢他还是非常有智慧的人，能文能武。好了，就这个了，非常符合粉丝送给他兄弟。好了，废不多说，谈下去吧。花哥帮我看一下这个多少。这个要10000。10000我看不到，哎，5000。5000？对。不行，我只能看到这个价。5000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工费也不够，真的，料子钱也买不回来。这种东西，我开10000-20000都是他，我直接看你是熟的，直接开10000给你，也不算开，直接给10000。我看不到那个价嘛，5000嘛，5000。5000，对。5000真不行，真的老妹真不行。可以啦，花哥。真的，我能让尽量会给你让。艳让不？你给个10一点价好不好？这样吧，关公8800吧，好狱友，你好我也好。5500吧，这样子我也不抬了，好吧，就5500好吧。真不行，姐。可以啦。我都叫你姐了，这种东西，说实话，在外面。墨翠级别的没人看你20000，真的，我直接实在点，直接开10000。哎呀，都是老熟人了是不是？好了，5800吧，5800好吧，5800就这样子了，转你威。也是希望他们兄弟之间的情谊能够长长久久。好了，关注我，让我跟你的翡翠更有温度，下期见。